真济感恩的场面，咱会听到这首歌。这首歌呢，阿奇嘛足够唱，因为无论要感恩咱的老师，要感恩咱的父母，要感恩咱的同事，这首歌拢真好用哦。感谢你的爱。哦，啊那安尼，要感谢咱的太太，啊嘛用会到。要感谢咱的厝边头尾嘛用会到。感谢咱的师兄师姐啊，嘛用会到。感谢你的爱，写这首歌是彭丽。什么人？一个红歌星啦，感谢阿奇哥介绍。过来呢，写这首歌是什么人？这都爱特别介绍啊。即马当代真出名的音乐家老师，名叫林垂丽。这个、林垂丽老师呢，写红的歌不计其数。你甲看 KTV 点歌出来，伊个下面有写作词、作曲者，真济拢是林垂丽老师所写的歌。林垂丽歌写足济，真歹一直讲详细。歌单一高甲一济，看到伊尊称神社，感谢你的爱之手，是伊足大的成就。好歌一曲传千秋。要唱嘛，都好歌手。你甲看林垂丽老师写的歌，遮尼啊好。伊所敬的这个歌手呢，原来是真出名，真敖唱。咱原来真欣赏这个歌手彭丽。哦，好曲，好词，佮配合这真好的歌手，那安尼听这种歌，是足大足大的享受。感谢你的爱，你会晓唱。我相信无当像彭丽唱甲遮好听。来，也若无好听的歌，咱着用心来甲欣赏，来邀请到彭丽为咱献唱。感谢你的爱。你讲你从来毋捌恋爱过，毋过真珍惜甲我做伙的时间。我笑我是这么爱天真，将你的关怀当作是爱。你有你的想法，想要行家己未来的路，我袂当勉强你，只会当讲一句：感谢你的陪伴，感谢你的爱，感谢你的爱，你总是伫我身边，因为知影你的好，阮希望陪你走人生的路。感谢你的爱，千言万语藏在心内，无论是风也是雨，阮总是跟着你的脚步，一生的爱路。因为你
生爱伊，一生的爱拢予你，只要你疼惜阮的心，你是阮永远的存依。我去看卖啦，别安怎拢歪紧。